不可能的，你看我，你我也觉得。如果今天女生她胸部大跟腿细，只能选一个，你会选哪一个？胸部大，腿细。如果另一半喜欢大乳的，分手。腿细，腿细。老实说，就好，忠于自己的内心。哦，胸部大。腿细，胸部大。胸部大。那是胸部大喽。鸡鸡大跟身高高。大好了。那你每天都有在看有没有变大的？不是看那个。哦，不是看身高好，身高高。好，你也是身高高，狙击手，身高高，身高高，身高啊，反正听说没看到，身高了。过完年到现在这个冬天，你们觉得自己有变胖吗？变瘦。过年没有好好吃饭是？因为我肠胃炎一点点。哦，没有，因为我不去台湾，住在法国，没有年夜饭。至少2公斤，3公斤。一直在变胖，3公斤有吧？高一高二胖12公斤，是有长高吧？没有。那你是很常吃吗？我们现在就在找吃的。2公斤以内吧，2公斤吧，没有什么胖。那你们平常会量体重吗？会，一早前就会量一次。每天吗？就脱掉衣服就量一次，就看一下有没有变大。对嘛，你们有变大？肚子啊。我们今天有一个小游戏要跟你们玩，就是让你们猜彼此的体重，然后呢，我们会现场量。那感觉你们现场量？我们会现场量体重，猜对的话。吓到，他吓到。男生可以先公主抱你，测一下你有多重。公主抱。哇！哦，可以转一圈看看。哇！有啊，有感觉了吗？抱不起来，会不会很尴尬？公主抱，可以啊。42，好，那我们直接80，你觉得怎样？你觉得他猜得太高还太低？太瘦了吧？太瘦了吗？54，好，味道了。50跟45，你好好猜啊。56跟53，这什么？你也太胖了吧？你确定你猜我？你觉得你朋友这么胖是不是？那我就等一下量出来53，互相伤害吧。64跟73。你写很细耶，45.2。哦，我瘦了。你瘦了？哎，你刚刚不是说变胖吗？50.7，可以，我觉得算你们过。是我们的就是联名，跟 Himi 联名的唇釉。哇，54.9，你猜错了，差太远了啦，跟52。差太远了。73.2，哎，超准的！哎，他猜多少？我忘记了。他猜64啊。64，我觉得我应该是53哎。哎，这不对啊！不可能的，你看我，你我也觉得怎么可能？你买包包的量，你这链子太重了，再一次。太夸张，从来没看过这数字。哎，好了，有比较接近了。但这数字有比较接近原本。没关系，我没有很开发，我就长。不可能的，你看我。90，好准哦！47.3，76，不要说他变胖，你自己也变胖，一起运动。73，哎，你猜多少啊？56，这样有算过吗？好啦，算你们过啦。563，好，你没有猜到，我猜54，哇，再换女生。他很帮你瞄，味道了。他是45嘛？猜45，还有手机，46.6。好，50，看有没有办法猜对哦。哦，真的差蛮多的哎。哎，这不准哎。是吗？真的，我确定，我确定，非常确定。他们好多吗？我记得我是54、55啊。好开心哦。是开心吗？是开心的。变胖开心吗？我很难变胖啊。
四四四，你猜错了，差两公斤。那看你的身。哇！一零二，一零二。他们。你们觉得对另一半的理想体重是多少？都可以，都可以。看起来瘦就好了。差不多。五十五以内都可以。等等，是另一半吧？朋友。什么朋友？就好朋友。真的吗？没有想过要发展成恋。还没，没有特别觉得，他不知道我的体重。你有跟他讲过吗？没有，从来没有吗？在一起多久？一年。那你也不好奇吗？我不好奇，这样应该可以吧？哦，所以你们是情侣吗？那你呢？这样你可以吗？要长得高，要高，然后要壮，要高要壮。哎，有哎，好像都有哎，更好了这样子。